大家好，欢迎嚟两分钟学美股。今日同大家介绍嘅系第一体育 DixPort。有分析师认为啦，目前嘅第一体育嘅一个销售额同利润将会增长，并且上升佢嘅目标价到170美元。咁目前咧现价系150蚊左右啊。市场嚟讲啊，呢间公司第四季度嘅每股收益同埋咧2023年第一季度嘅财报嘅一个业绩报告咧，其实都系符合一个上升嘅共识嘅，并且认为2023年咧将会对管理层对呢个业务有更加好嘅呢个结构性销售同埋管理，所以佢盈利状况咧相信都会同比增长嘅。目前嚟讲，第一体育依然处于一个比较火爆嘅阶段，佢嘅股价表现咧都系比较唔错。我可以睇到由2022年8月份开始就已经经历咗一轮小牛市啦。目前嚟讲，如果真系符合分析师嘅一个预期嘅话，依然有机会上冲到170左右。